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，因为这是天然的，就是育苗场。我们把苗带走了，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，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，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，老天爷都帮你，环境都处理。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，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。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，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子。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，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，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，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。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，买下山谷还给自然。你实际做的感受是不一样，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，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视角就是感受土地，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。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，让爱无限。